哎，小船，这次到了英国，是真准备收拾收拾就彻底回来了。对啊，我已经确定着要去北京转运蛋白研究实验室了。再说，我爸一人带孩子，我可不放心。是。哎，孩子怎么样？啊，特别好，爱笑。那就行。起名了吗？叫上上签，千玺给起。 他希望孩子一生都有好运气，永远上上签。一定会。进。哎，明天不就是一个影？ 是版权吗？我还用去吗？三狗哥，你必须得去啊！你看啊，之前呢，咱们公司只卖过你一部作品，当时是20万，但是今年咱卖了5部呀，其中最高的是瑟尔，3本打包价100万。但是像我询价从前年少的影视公司，已经有3家了，你知道这说明什么吗？ 你这说，说明这个网络小说改编成影视剧的黄金时代来了呀！你看，咱们读者受众这么广，其实很大一部分是和影视剧受众群相重合，等于有名的网络小说已经被市场检验过一轮了。那一旦一部改编成功，那肯定全来买版权呀！所以，咱们一定要有全版权意识，把版权这块业务给做起来。 思路特别清晰准确，这就这么定。明天我还真得去，几点？10点。行，那都别迟到啊！啊，对了，还有个事儿，明天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下这着装啊。 太好看，太真实了，陆老师。 我想问一下您，这是根据您自己的真实经历写的吗？哎，我不是，主要是虚构，少部分是借鉴了朋友的事儿。作家就是厉害啊！你这让我编，我都编不出来啊。是这样啊，从前年少啊，那是相当具有代表性的这个人物啊，也非常的丰满啊，时代感。 和这个命运感啊，也。三狗哥的意思呀，是我们这个小说有一个特别好的改编基础，所以已经有很多人找我们都聊过了。对，然后，但我们公司就是卖的也不仅仅是版权吧，我们得对这个作家负责，所以一些改编的内容我们是要参与的，还有就是演员的问题。 万一你说找了不靠谱的演员，那不就可惜了咱这故事吗？所以，我们是想要一些投资份额的。对，明白。本身呢，我们也都是从前年少的忠实粉丝，当然想打造一部最好的作品，而且我们也不想像以前那样。 把小时候的戏份呢都压缩在一集两集里面，我们想要全景的来打造这不作品。至于演员方面呢，当然要选最适合角色的。我想这个张一山啊，还有这个关晓彤就很不错。哎哎，找他们我们还是有把握的。张一山，这，是不是有点太？ 太瘦了呀！啊，关晓彤行吗？也就腿长了点吧。腿长其实还是漂亮的，问题是这演员他得会演戏要好啊，还得好合作，不能改剧本。嗯，至于这个版权费方面呢，我就不藏着掖着了，我给你们报个实价吧，500万。
大家都是做公司的，我能理解你们投资的需求啊。这个呢还可以进一步商谈。总之呢，我们是抱着极大的诚意，想要把这部作品呢打造成一部将来能留下名字的经典之作的。您几位啊，回去再商量一下这个事儿啊，我等你们的消息。好。谢，留步。那我们先等大家好消息。好，等大家回信。哎，留步啊，再见再见。江一山，关晓彤，我来。从前年少500万，哇，太牛了。哎，大仙儿，这卦你怎么没算出来啊？这还用算呀？这叫命中注定。我们也有一个好消息。什么呀？你们猜我们双十一当天的营业额是多少？多少？500万？800万。太牛了，爷爷。你们说我这算不算傍了个大款呀？哟，那还是青天才俊呢，没谢顶，没啤酒肚那种。咱们是不是该庆祝一下？当然了，我准备好了，都4个特制煎饼，老大双蛋，瞧瞧，不要红花和香菜，陆倩冉多加俩薄脆，我呢就多来一肘子吧。哎，怎么偏心眼呢？我要加一个大鸡腿。可以，没问题。先生，这是你的十全十美克拉定制钻戒，女士戴着很好看哦。我愿意。先生，您愿意吗？我愿意。什么乱七八糟的，不是这都哪跟哪儿啊？月姐，能不能不带这么玩了啊？瞧你那怂样，我跟你开玩笑呢。这种玩笑不能瞎开。姑娘，我就要这一杯，谢谢。哟，够特权的，你之前那张印着发的信用卡呢？这不是人银行给我升级了吗？哎，想好怎么求婚了吗？怎么着，要抢婚啊？抢你我还不如抢婚戒呢。哎呀，你要是这么一说，这临门一脚我还真有点没谱。要不月姐，你帮我出出主意。你们不是青梅竹马吗？就找那种怀旧餐厅，最好是有课桌的那种，假装不经意聊聊过去的事。突然你校服一穿，戒指一拿，直接单膝下跪求婚，这叫从校服到婚纱，多给力啊。这500丁香是什么呀？这个是素菜，胡萝卜丁、那个青椒丁、洋葱丁、鸡蛋丁，还有黄瓜丁啊，拌在一起，一共是5丁。那这寻回匆匆那年呢？这个是葱烧鲟鱼。哟，这还真都是创意菜啊！不是，要不这样吧，特色菜帮我们安排一下行吗？好，谢谢啊。哎，你看看呗，这就是版权的力量啊！小说一火，餐厅都起一样的名儿。你看这个，好久我都没用过这搪瓷缸子了。我记得你们家是不是有俩来着？啊，对，我就老拿它刷牙嘛，不是。对对对，这还真有点意思啊。亲爱的，
什么馊主意啊？不是，那怎么办呀？那还有什么招啊？不是你们俩那么多中学的回忆，干嘛非得去装那地儿啊？我们俩最多的回忆就是灯花胡同，灯花中学全都拆了。不是谁跟你说的？那地儿不还在呢吗？啊？哇，你说我都没信，这墙居然还真在呢。是啊，我也是刚知道的，所以说带你来这看看。我跟你说，用不了几年。这可都算古迹了。哎呦，哎，这墙密码还在呢。是啊，当年你爸把考撕了的分刻在这上面，肯定都想不到能留到现在。估计他本人啊，都不会被瞻仰这么久。你讨不讨厌呀？行，咱回去吧。哎哎，你等一下。瞧瞧。你哎，说你呢，我以为你没胆量来呢。我什么时候怕过你？知道为什么叫你到墙这儿来吗？这儿是当年九龙一凤的地盘，今儿在这儿咱把事儿论清楚，看看谁才是花厅中学的现在的九龙一凤。九龙一凤的名号除了我们没有别人。怎么还九龙一凤啊？这么多年一点长进没有，都是你传人吧？哼，大婶，没事你让开点儿，没看见我们在这儿谈正经事儿呢。不是你叫谁大婶呢？小孩儿，小孩儿。哎，你们都是花厅中学的？你又哪儿来的，大叔？你张宇国知道吗？生，生校长。信不信我现在给他拽一电话，马上给你递了走。这小小年纪，一点好都不学，你光是演国仔呢，跟着啊？还九龙一凤，知道九龙一凤是谁吗？难不成是你啊？奥数做了吗？三点一测做了吗？五年高考三年梦你做了吗？等我回家写作业去。妈，走错边了啊！家都不认识了，好意思出来查家来？行了行了，你回来吧。哎，不是，你怎么提起张卫国来了？他现在居然是校长，不是我，这哪一说嘛？我想这十多年过去了，是不是得好歹升升职啊？是吧？没想到还当校长了，行，挺厉害。赶紧走吧，我还要看《非诚勿扰》。行了，差不多得了，笑一路了。我跟你说，让那帮小兔崽子给我搅和的，一点求婚的氛围都没了。我说啊，下回你还是选个安静点的地方吧。什么地儿？就是对你们来说有纪念意义的地方。第一次约会，第一次表露心声，或者说，哎，第一次你们单独在一起的地方。单独在一起，好怀念呀。是。还记得香港回归那天。你没被选上到天安门跳舞，都怕家里人大人知道。要不是我偷偷摸摸的过来陪你，我估摸着你得一直在这哭死。
要不是你当初表现那么优秀，谁会跟你坐这儿？怎么想起来今天带我来这儿啊？是不是有什么想跟我说的？还真有句话想对你说。哎，干什么呢？不是警察叔，我们这谈恋爱的吗？这不一眼就能看出来吗？谈恋爱？这三更半夜黑不隆冬的在这儿谈恋爱？我看你们是谈生意吧？啊？谈什么生意啊？别插嘴！来，站下来，分开站。来，不是，来，证件拿来。哎，给你。谈恋爱？估计你们连对方叫什么都不知道吧？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啊？咱们家户口本上面写什么，我都能背下来。那女同志严肃点啊，别笑了，再笑给你定个失足青年。海涛，笑死了！不是你至于的吗？差不多得了啊！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求婚遇上扫黄打非的。说实话，我都想让陆大仙给我算一卦，看看今年是不是流年不利，或者什么最近水星又逆着走了。要我说呀，根本就不用这么费劲。找一高档的餐厅，所有东西都安排好，跟服务员打好招呼，说求就求，齐活。那哪个餐厅好呢？我帮你订。欢迎光临坂田之胜。哎，这好漂亮啊，很贵吧？贵不贵的不重要，重要的是啊，这儿肯定没有小孩查价，也没有扫黄打非的。哼，里面请。秦川，那茶叶我没收，皇家礼炮。张主任，张校长。哎，你叫什么来着？谢桥。你看，还是我在咱们学校名气大吧？那叫张校长，一看就认出我是秦川了。对那坏学生的印象比好学生这是深。你们俩是不是啊？那会儿就早恋了吧？没你们现在干什么呢？哦，我是做出版的。你呢？啊，我做电商。电商啊？哎，对。卖什么呀？卖零食，就那粮草急送。哟，我买过你们家东西啊，是吧？啊，嘿，你是老板，啊，是，哎，酒来了，哎呀，张校长，你真是桃李满天下，来，碰一个，哥，我这学生啊就是好，非得请我吃饭，拦都拦不住，是吧？拦不住，瞧，您带出来的学生啊，他就是有那叫什么，有出息。我呀，从小就看好你。我也算见证了你们人生重要的阶段。对对，那还得喝呀，喝呀，还喝吗？不喝了吧？喝。太深，就干脆别弄那些形式感的了，就直接给他就完了。我不是二婚，我还能说能生巧啊？我这婚看来是求不成了，我都快有心理阴影了。哎，乔乔不快过生日了吗？你先给他过了生日再说。谢谢姐，你确定这一大早让我陪你逛街去是吗？赶紧起来，快点收拾一下。
这身儿好像不太适合我吧？我觉得挺好的呀，就它了。倩倩姐，不是你出来逛街吗？怎么给我买上裙子了？你这不30岁生日吗？要从头开始进入新的人生阶段。这位是我们 Tony 老师，我们艳丽的腕儿，待会啊让他再给你化个妆，起码今天保证你艳压全场。你请客，我买单。哟，谢谢，还不赶紧谢谢你女神？谢谢女神。你好，播放任贤齐的歌。好的，音乐已打开。小乔哥，哎，乔乔，哎，你这礼拜不是要回英国出差吗？我往后改了改，就为了给我过生日。也不是，小乔哥，其实你不用特意来接我，我打个车过去就行。穿的这不有事儿吗？就托我过来。再说你这身打扮也不适合打车。走，也是，走。看了吧？他看，老大，老大，哎，陈啊，哎，谢谢。你要我帮忙吗？哎，嗯，我跟徐宁可是找借口先过来的，帮你忙活半天了，你可别关键时刻掉链子啊！啊，那不能，不能，不能。哎呀，按说不至于，我看咱能想到都想到了，今天最大的状况，顶多就是谢条拒婚。啊？不是不是不是，你这么一说，我更紧张了，我这心里直突突的呢，我。紧张个屁呀！都到这节骨眼了，就算他拒婚，你都得抢婚。是是是，老大来了，赶紧大家按计划行事，然后准备好动啊！啊！哎呀，小张哥，快来吧！哇，这怎么样？哇，这是过生日，这像80大寿啊！快乐祝你生日快乐！你们家新专请客，我们就跟着起个哄。秦川呢？啊，老大在路上呢，马上就到。哎呀，乔乔，你来太早了，我们都还没布置好呢。你快来帮我看看这个横幅啊，正不正啊？这不行，我看看啊。哎哎。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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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乔，你我愿意。30岁娶我，你果然说话算话。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嗯。少年时我们说过许多的大话，又丢脸，又可爱，但没关系。万一哪天就实现了呢？
长这么高啊！小叔，没有，没有，咱们签到，签到，签到，签到。哎呀，没有，没有。哎，手上这幅字，哎，您老跟我开玩笑，真是改摁手印呢啊，摁手印，对，给他们添枝加叶。好，来，来，得嘞，这是天作之合，相爱永远。这是我们宋老师，谢谢谢谢你们对乔乔照顾，你们在这签一个，然后一会儿上那。我祝他们就是举案齐眉，相濡以沫，怎么样？哎呦，好丑！哎，三狗哥，三狗哥，首先呢，我感谢亲朋好友们能够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我跟谢桥同志的婚礼。哎，怎么还同志呢？是啊，媳妇儿啊，参加我跟谢桥媳妇儿的婚礼。哎，媳妇儿的婚礼，跟我们一起共同见证我们人生中最难忘的时刻。我们俩商量了一下，就没请主持人，主要呢是为了想省点钱，多给大家添两道好菜。没钱缺菜，抠死了！请问你们家穿的多贫呢？啊，这要不是我亲儿子，我就给他轰下去了。爸，你要说动手，我现在就上。去。如果说，有命运这么一说呢，我觉得他老人家呢给我们安排的时候呢，稍微的有点偷懒了。为什么呢？因为，人家都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啊，我们俩这距离有点忒近了，半米都不到，从出生就在一起了。人家做婚礼 PPT 呢，都是俩人各自回家找从小到大的照片，然后 P 在一起。我们俩不一样，从穿开裆裤到现在，天天在一块儿。哎，橙子，开裆裤那张我怎么没见过呀？哎，对，拿出来看看呗。见过了，拿出来看看了，拿出来看看，拿出来看看。从小到大啊，从小到大天天在一块儿，那合影每个阶段每个时期的合影那都太多了，有的是。要实在找不着，上谢奶奶找去，要多少有多少，是不是奶奶？是是。好，所以我今天呢就特别想说，谢叔。哎，不对啊，不对啊，奶奶，改口了，改口了。不是，这不是下一环节吗？这改口费还没给呢，给了我就叫啊。我可告诉你啊，我们老谢家绝对不会亏待你的。哎呀，赶紧叫！所以叔阿姨，还叔阿姨，你们放心，就踏踏实实的把乔乔交给我就行了。长这么大，我今天终于可以大胆的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句话。乔乔，我爱你，你的这辈子就是我的这辈子。没听见？大点声，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再来一遍！我爱谢乔，我的这辈子就是他的这辈子。谢谢大家今儿来参加我们俩的婚礼。小时候呢，我们有一老街坊叫吴大小姐，她就老说我命好。我今年也30岁了。哪有不像十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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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倒霉的事儿是一件也没落，但是今天我是知道了为什么吴大小姐说我命好。
因为我遇见秦川了。秦川，哎呦，我还你别闹，就你们在青梅竹马这个事上啊，都输给我了。哎，小小，咱们仨也一个院的，咱们仨也青梅竹马呀。啊，对，还有我呢。哎，秦川也是。啊，那我跟你说，你俩零岁就认识，30岁才结婚，你这磨叽，我们可比不了，是不是？对。哎，这事儿啊，我得替他俩说句话啊，人家那是创造了一个奇迹，知道吧？只要是结婚满20年，那就是金婚了，知道吧？金婚。我还是跟我妈说两句吧。今天出门的时候，我还特地跟我妈拥抱了一下。嗯，不是都说这个，出国的闺女，临出门得哭一鼻子吗？后来我就使劲儿都没哭出来。我跟我妈说，我是怕我假睫毛掉了。但是妈，说实话，我是真哭不出来，因为我特别特别特别高兴，我特别特别特别幸福。老大别哭，小川怎么哭了？哭了。老大哭。秦川，我爱你。我们俩的过去和未来加起来刚刚好，就是一生一世。21世纪在我们身边飞快地前进，虽然有点不甘心，但我们的少年时代还是悄然远去了。观众朋友们，2019年的中国好歌声已经开始了，一大批乐坛新生力量涌现了出来，导师们会不会为他们转身呢？让我们拭目以待。灯花胡同的姑娘们，你们漂亮吗？我们的父母去公园已经不用买票了，他们都安心地称呼自己为老年人。只有我小时候还挣巴着去参加了中国好歌声，缅怀了一把青春。
小川哥成了我们学校的青年教授，他的研究获得了赛克勒国际生物物理奖，每年他都会带着上上签去世界各地玩，一起拍下比着 V 字的照片。而我想，那些照片里其实是三个人，千玺一定和他们在一起。好羡慕小川哥，下次带我一起去好不好？秦倩姐的生意越做越大，在东三环那片寸土寸金的地儿，她开了一个2000多平米的店，那里就像富丽堂皇的城堡，而她就是不可一世的女王。只不过这个女王一身素衣，始终一人。徐林成了著名的 KOL， 我们在公众号上看到的那些唬人题目大多出自他的宣传公司。好，去吧。他越来越像曾经的王莹，开始聊红酒的年份，更适合搭配哪种奶酪。而没变的是他的 logo， 无论微博还是微信都是玉观音。喂，王莹。哦，大龙和陆倩冉成了一对儿。秦川给大龙投资开了好多个煎饼怪的连锁店，生意很火爆。陆倩冉的小说改编成了电影和电视剧，票房6亿，现在是我们公司的头牌作家。对了，他们还生了个大胖小子，8岁就会摊煎饼了。大龙说祖传手艺不能丢。妈妈，今天考试能及格吗？儿子，你抽一张，妈妈就告诉你。而我和秦川，当然还在一起了。您老人家长命百岁，保佑我们平平安安，长长久久。每年都这些词儿，能不能换点新鲜的呀？你得多贪呀，咱们能平平安安、长长久久的就足够了。我看你这是书念的少，没文化吧？你挤的谁呢你？你可别忘了，你人生中第一套100万册畅销书，那书名可是我起的。还真是啊，这事儿其实我一直也挺纳闷的。你说你当初怎么想的，给书取《从前年少》这个名儿，完全不是你水平，但也没抄谁的。想不到吧？我告诉你，那可是有真情实感的，有含义。什么含义？
幸好，曾经的我爱过年少的你。少年啊，手中的火让它烧吧，太阳在你心滚烫着，用力把伤理想的破。我们啊，从未退缩，梦的膀子是信心。愿我们每个人都不辜负曾经的少年。山。